我想我最终是成功了。啊，成功了！啊，太好了，一点也不伤指甲。梨呢？我发明了一种新锤子，再也不会锤痛你的手指甲了。啊，我的宝贝儿，发明家的妻子怎么能跪在地上擦地板呢？不，霍曼，这没关系的。丽娜，现在你去看报纸，让我来用科学的方法来擦地板。现在把小船放在中间，用它来擦洗地板。丽娜，快看呐，你的小船要靠岸了。现在往桶里放块石头，增加重量。都准备好了，丽娜，你洗碟子的时候只需把碟子夹在绳子上面就行了。好了，现在我继续试验我的洗衣机。门怎么锁住了？我的宝贝儿！啊，我的洗衣机已经装好了，现在加上一点蒸汽。这什么有鬼呀，丽娜，这不是鬼，这是一张桌布。做家务事一样需要讲究科学。好了，快追。再来检查一下地毯拍打机。柴火已经用完了，用它可以来切碎大块的木头。霍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来呀，霍曼！我的天哪！小心点，丽娜，他来了。讨厌，这是最后一顶新帽子了，霍曼，我们搬家。我可再也不想看到你那些该死的发明了，你听到了吗？丽娜，我又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，可以解脱你乏味的家务事。轮子。别！太好了，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。